大家好，我是 Wes Walker， 今天来玩这款刚上市、具有科幻也有可爱风格的冒险游戏。那这是一款以猫为主角的游戏，那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受伤又孤单的他，必须逃离一座赛博朋克的城市。那今天的影片将会是以30分钟以内不间断的游玩体验。那我相信大家想看的是游玩的游戏画面，不是我的脸。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很想知道这款游戏有没有那个拍照模式的。来，探索一下。听说可以，还可以有个按键是可以让这只小猫叫，喵喵喵。Okay, 小黑猫，嗨，走喽，冲刺。喵，嘿嘿，好可爱，来看一下。走了走了，这支影片只会是30分钟以内的，所以不能浪费时间。Go。大家都在喝水，小黑猫也来了，好，走吧。这里，好，走喽。哇，场景真的很壮观耶，好想拍照哦。
我其实蛮喜欢这种，因为这款游戏是好像是我记得是一个法国的小团队做的，不是成本很高那种大公司的游戏。那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小团队制作的游戏，因为有些高成本的3A 大作那种开放式世界的游戏，看起来虽然场景什么地图都很大，可以做很多事，但其实很多游戏都是在主线任务之外，其实重复的小任务、小支线其实蛮多的。那通常这种独立的小游戏都是这种比较小规模的游戏，那因为整体的规模比较小，那地图我觉得都会做的比较怎么讲，比较扎实的感觉，就会好像是每一处都是会有惊喜。跳过去吗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小心小心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哦不哦不，救他，快救他 ！Oh no！ 啊！哇 ！Oh my god！ 嗝屁了！所以这款游戏是玩他死后的世界吗？他有点头昏脑胀的，谁在叫啊 ？Oh my god！ 哦，我的同伴吗？在哪？救我！哦哦，不行了。门打开了吗？那个，一只老鼠。看不到，太高了吧？走吧，去刚刚那个门。死城。是威尔森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以为是浩劫重生的那个排球。被拍到了，好想拍照，好想拍张照，好可爱。我等一下录完就来拍一张照。咦，番薯老鼠，你去哪了？小洞里。机器人呢？我一直觉得从那个预告看起来，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其实长得蛮像史派克琼斯之前拍的一部短片《I'm Here》。我觉得那部蛮好看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里面的主角是那个谁，蜘蛛人惊奇在奇安德鲁加菲尔德
演的，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啊，不管，走走走，哦，嗨。Help！ 往箭头的方向走。Okay. Follow me. Oh. 小桶子，哦，哎，小解谜，这什么？哦，好高。推下去吗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然后下面有四个，就有四个人被砸到。Oh my god！Oh, 可以跳下去吗？啊，不行！他刚原本从那边高的地方跳下去，现在应该真的有惧高症了吧 ？OK， 他干嘛？OK。听朋友说，猫这样子好像是在舒压，是吗？我没有养过猫，但是我养过小狗马尔济斯。我其实也蛮想养猫的，蛮可爱的。咦、欸，它刮破了地毯，好笑！哇哦，这团队蛮很用心的，很多小物件都可以做互动，很棒。当我没说，这个书本是这什么？喝水，朝箭头方向走，很快我只有 OK， 嗯，搭电梯吗？哎、欸，星光三月，我、嗯。那些什么？哦，哇！嗨，嗯，哎、欸，好多好多奇怪的饭，哇、哦、，Oh my God！快逃啊！哎呦，快逃啊！可以跳吗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！哇哩嘞！哇！哇！哎！哇！什么地方 ？Oh shoot！Oh my mind！
好可怕，好像那个，哎呦，好像战力时空里面的那个，好恶心啊！跳！好险！先抓个羊再说。躲猫猫。要去哪里？对不对？什么地方？这是猫版的刺客教条吗？差点跌落，我靠！成功了，叫一下。10月11号，哦，这可以动。小心！一直有监视器在看我。What the？ 好险！我时间是不是快不够了？叫一下，监视器在看我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是不是要那个小桶子？小桶子，这个 ，Nope，Nope，这是，哦，是电池啊。好想拍张照，好可爱！哎，哦哦，浮空的猫哎，
需要帮助。乱按，是很多人家里的猫都会这样，趁人类不在的时候一直那个乱搞我们的电脑，就这样乱压乱压，然后还开启一个门，一道门。哦 ，OK。招财猫啊！什么东西？找到，还剩两个。他跟我互动哎，喵叫他会互动，摄影机、监视器，还差一个哎，在哪？Yes, yes. Okay. Secret door open. 成功就要叫一下。Go. Oh my god.人，OK， 哦，这是那个他的同伴。Uploading. Wow. 好像星际大战的角色哦。没电了。B12. 时间是不是快到了？嗨，超可爱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那看完这段游玩体验，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。那现在也是在那个 PlayStation Plus 的会员里面，是直接在那个游戏库的，所以也不用多花钱买。那我觉得可以去体验看看。
好，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按赞；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订阅。这样，我们下次才能再度见面。拜拜。我要继续玩了，拜拜。